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尹老三，来得正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搜成是过两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。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你带走。 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两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不就爷。 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，走，回家，慧叔。大叔，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啊！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 多谢，多谢。金小子，冤有头债有主。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十四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只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嗯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三道堰的儿郎。 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 郎君，水来了。就在这儿喝。季家规矩，进了门先饮水。好。嗯。好了，两清了，请。我还没进去呢。 你说要进门，我也让你进了；你说要喝水，我也给你倒了。多谢郎君相助，恕不远送。哎，不是，我帮了你。谢谢。多谢郎君。娘子，你把我放外面了。哎。